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的，又到了每月一期的欢乐时光。那看之前还是要再唠叨一下，除了中国区的榜单以外，其他榜单虽然我有标个全球，但实际上都是不含中国区的，主要也是众所周知的游戏审核机制嘛。再来，中国是没有 Google 的，所以来自安卓端的数据大多都是用苹果去推算的。那本次是跨年度，所以后面还会有个2023年的前20排名，毕竟怕影片太长没人看。如果你想看后30名的话，可以直接参考置顶留言，而有些数据我并不是都有统计到，所以就参考排名即可，也没有依照每月的汇率去调整，问就是我懒。然后全球、日本、韩国方面，我都是直接引用现成的数据，在韩国数据平台只有统计1到11月，不过大致的排名跟别的平台是差不多的，外加它有额外计算韩国的第三方平台，所以颇具有参考价值的。那全球榜方面，刚好提到，因为中国的安卓用户并无法被完全统计到，像王者荣耀就被明显低估非常的多，所以肯定是存在偏差的。其他如果没有提到的，就请详阅影片简介了。那就开始吧。Oh, oh, oh.
一路看下来，现在休闲博弈多人还是比较占据主流市场的，也更贴合消费群体，同样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啊，不然那些厂商也不会搞这么多神魔乱舞的广告，只为了吸引你的钱包。所以究竟是量产换皮的答辩吸引人，还是奢华费钱的高品质令人向往，就让我们静观这个2024年吧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彼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